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妙宏张教授吼，登基博士啊，今仔来遮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啊。交换什么知识咧？来呀、啊，黑得来！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啊，我们从经济学上。正常的市场机制啊，哦，来看，做票后被扭曲的台湾的民主政治全部去了了，全部去了了啊！我今日恁吼，哎，真侪乡亲敲电话吼，来搞我，来搞我算啦，算啥呢？讲这根本都无可能817万票啦！啊，希望吼，安尼我特别吼，咱家讲一下817万票。啊，是讲这个817万票吼，林北较怕死，无相信817万票。我昨就讲啊，讲吼，这个中选会主委吼李进勇，你敢不敢？咱两个招招的，咱来帮搞两三时，我们来斩鸡头。甲新民讲，那真讲真的817万票，啊，我质疑，啊，林北哈不得好死。啊，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如果是你做票，啊你吼、哦、不得好死，就看你假无。所以讲今仔日，吼、哦、我咧是因为乡亲吼，大家吼敲电话来讲吼，讲吼、哦、他们绝对质疑，2020年1月11日817万票绝对有问题。好，我今仔日是要讲这个主题，咱慢慢来讲哦。来 ，OK， headline， 一声。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啊、哦、我们从经济学上正常的市场机制来看，做票后被扭曲的台湾的民主政治全部去了了，全部去了了啊！来，电机博士曾淼宏哦，来哈、哦，这是安尼啦，民主政治哈、哦，很多政党。可能是这个两大党哦，还是多党制度、多党政治，或是两党政治都不要紧。每一个党透过正常的市场机制，什么叫市场机制呢？因为各党拢会当提出伊哈，认为自己哈最有把握，而且最能迎合人心的政见嘛。啊，伊的政见哈，除了在哈选举民主政治诶正式的竞争之中哈，哎，伊发表政见嘛，啊了呢，哦，透过选举的机制，让哈这个政党哈脱颖而出，啊，这个政党的脱颖而出呢，不是就是因为为了政见，他的政见呐，啊，这些哈在这种哈两党。多党政治的竞争之下，哦，外靠高阿哥来叫啊，外靠高阿哥来叫啊，所以讲吼，最近吼，我都感觉到吼，哎、欸，我那边来讲话吼，啊，外靠高阿在叫，高阿在叫，所以讲吼，新民哦，伫外靠阳台，惊来惊去，好人招人，哎，规个新民拢人招人啦，啊，即嘛是安那嘞，因为吼。因为阳台家吼，因为狗啊吼，一旦看到吼，咱人看袂到的物件啦，我一直相信。所以讲，动袂了，咱节目伊讲吼，你相信不相信鬼神？我当然相信鬼神，因为咱台湾人基本上吼，因为这两日啊，吼这两日啊，我咧讲的啥吼，狗啊拢上来伫我后边，啊狗啊看到吼，遮的众生民吼，已经来遮阳台咧。你听我讲啊，吼，这个竞多党政党竞争吼，透过提出的政见，我没药啊，我怕滚头没过药啊，但是我没过药吼，哎、欸，好个好，啊，人大家拢起来搞阿边，啊，这里是正常的市场机制，你政府你无需要用你吼，用你乱七八糟的手来扭曲的，啊，起码吼，这个民主政多政治的机制。的功能，哦，哎，你提出好的政见，我大家给你捧，啊捧要你就对对对对，你就执行你的政见。政见你做的不好的话，我们下次就不会选你。啊，这是自由民主、民主政治的
市场机制啦。啊，即马唔是啊，蔡英文伫2018的时候吼，因为伊做啊乱七八糟嘛，伊讲要司法改革无嘛，伊讲要转型正义无嘛，所以讲2018吼规变盘，规变盘啊，变盘了以后呢，吼伊个老神在在呢，伊也袂去，伊也袂去惊呢。伊吼2018到2020，伊他只有干了什么事？专机走私案嘛，然后呢还是一样司法改革、转型正义都不干。结果呢，2020一定会大变盘，一定会大变盘。啊，但是2020那出冒出817万票，啊，这吼，所以讲，这个是作票，这个是大作票。在，所以讲吼，蔡英文老神在在啊，啊，即马是安尼啊，即马蔡英文的心态是安尼啦。我面子赢了，我理智也赢了，我吼透过吼1450的网军吼。前面哈控制哈整个舆论，整个舆论，所以说哈阿伯你免啦，台湾人无你免啦，阿伯你喝到你来革命啦，阿那唔敢来革命，拢卖喊我讲，拢卖喊我讲，阿我就安尼甲你呛。所以讲咱即卖台湾的民主政治吼，规拢去了了啊。蔡英文因这点人吼，变作外行领导内行，劣币逐良币啊，那是走向现在，即卖台湾就悲哀的。台湾伫面对着21世纪上个恐怖的生命威胁，即、這个 COVID-19 中共病毒的威胁之下，从头到尾要口罩，当初没口罩；要疫苗，没有疫苗；现在要快筛，没有快筛，甚至于呢，它阻截了正常的市场机制，让人家没办法买到正买到透过哈。正常的进出口去买到，跟他迄阵哦疫苗，疫苗你买袂到，你在单市中你买袂到，啊 BNT 疫苗哦买袂到，啊为啥咧？江湖奇人藏在市井之中啊，高手在民间啊。郭台铭、台积电的刘德英，甚至哦慈济医院因跳出来以后，砍掉伊妈是随便都有，随便都有。啊，所以讲吼，台湾长赴移民，这是对的。哦，啊，所以讲高手在民间呐。啊，即马所以讲吼，你看卖啦，因即大家本趟诶，外行领导内行，他们哦阻截了市场，让人民去排队。人民啊排队吼，会产生一种群聚感染的危险呢。啊，即落吼，即外行个伊唔知嘛。但是预防医学的人就知道嘛，这袂使让你情绪感染，你排队，你三不五时来排队，三不五时来排队。所以讲各有，所以讲吼，咱台湾特别选举，我们就是这个李进勇，这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若无个硬掉，台湾无需要选，因为我讲啊，台湾的选举拢乱来啊嘛，起码李进勇这个人，他会在历史上留臭名。他破坏了整个台湾，民主体制。其一，中选会李进勇，这哈，这种坐票的文化，对哈，对台湾的民主哈，是产生一种长中短期的效应。在经济学顶管哈，任何事情的影响，都会产生一种长中短期的效应。这个李进勇哈。这边的20201月11日的大，选举大作票817万票，短期间呢、啊，台湾人送好，绿色又执政，台湾人送啊，送啊你头壳歹。以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整个哈、蔡英文伊无得瞧你台湾人，伊知影你台湾人无道义嘛，所以讲吼、伊要做伊都怀差价来走，凊彩甲你拼，啊拼啦，全部都是外戚宦官在执政啊。他们表姐夫啦，所有伊的好同学、同学们，所有裙带关系的人全部上来，啊，这些裙带关系上来的人来呢，夭寿啊，贾博士嘛，食药署署长吴秀莲贾博士嘛，施欢龙嘛，施富龙嘛，吼、哦，伊这拢解剖书嘛，还有吼、点点，这若乡亲啊要比起来吼，规大堆的，所以讲吼、
以短期的效益来讲，咱台湾人就爽了，吼，绿色执政就爽了，就爽了。但是以中长期的角度来讲，吼，台湾去了了，台湾的民主政治全部因为中选会，吼，而这个李进勇伊做票，蔡英文袂感谢咱台湾人，伊也无需要政见，闲啦，我做票的啊，恁爸爸哪做，恁爸就安哪做，啊，所以讲吼，以长中的长期中期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无啊，除了中选会的李进勇提掉、灭掉，啊，若讲中选会袂爽，袂爽吼，要甲你啊，我甲你讲啦，你啊，来啦，互你听啦，我甲你讲啊，人批评中选会的李进勇做票，吼、哦，有两大学派，第一个学派吼、哦，就是杰森利。杰森利吼，含我，含贺德芬贺教授，阮做伙伫家己遐坐咧，坐咧讲。杰森利把全国17000多个选务中心，他们做票，他们透过纸箱子下面塞了哈，每一个选务中心哈，全国17000个选务中心呢，透过纸箱子把原来的塑胶桶或怎么样不用。换在纸箱子里面夹成每一个票趟，唱400张票，啊，17000个票趟，拢共吼，这看偌济票，啊，所以讲吼，我看贺德芬贺教授，我们是认为说吼，夭寿啊，确实那时候哈，要选举前哈，1月11要选举前哦，他们有集合了个小英的部队了。小英部队哈、哦，要负责怎么样啦、啊？啊，17000的票趟哈、哦，你若要全部要甲做票哈、哦，有17000多个风险啦。我看贺德芬教授，我们跟杰森利谈了以后，我们感觉哈、哦，这个风险太大，因为17000个。但是呢，有第二个学派，那是动不了。所以讲，我请咱乡亲哈，杰森利哈、哦。他的这套理论放到 YouTube 上面，他甚至叫中选会、叫检察官、叫对杀、叫刑事组对杀到无啊大吼，伊去年出国，倒去美国，还是倒去香港，他要搬单搞一单，吼、哦。啊，伊的理论吼，我感觉吼是有，但是我去看都袂了，咱所以讲咱乡亲看一下。你去看，注意邓美条，他的视频哦，邓美条看我，看张晋，我们在一起讨论。邓美条跟我讲说哈，你们两个哈先不要讲，我把我要表达的方式弄给你们看。结果我看邓美条安尼表现，因为邓美条底哈1月11大选的时候哈，他马上就跳出来说那个刘宝杰。东升刘宝杰的报票系统出了大问题，我结果去遐看，我还特地吼深入了解以后，我吓一跳啊！夭壽啊，这有够大胆啊！竟然吼蔡英文，看这个韩国瑜，看这个宋楚瑜，他们呈一种等差级数，分别比例为67%、30%、5%。的等差级数一直累积票量，足清楚，这是足清楚的代志。电脑程式在后台控制了整个开票的结果啦。但是呢，这个动美条哈，在这份争执抵抗东升刘宝杰的争执以后呢，他们也确定哈，东升刘宝杰的所有的报票的 outcome 的所有的数目字呢，都是源自于哈选委会、中央选委会。我想这已经够精彩了，没想到邓美条哈又来跟我讲，他说他被调查局又被叫去了。他在调查局约谈完之后呢，回来我跟张晋，他就打电从调查局出来就打电话给我，说哈我们再来录音。啊，我和张晋以及哈邓美这个邓美条，我们就在张晋的办公室，我们看一看夭壽啊！
那个主要的内容是这样，所以讲咱来乡亲爱去倒去看看这个冻袂调的，冻袂调的，哎、欸，那个是空湖到什么程度呢？全国17000多个选务中心，他们到各县市的投开票所打的字，然后再传到中央选委会，它是一个母档案。这个母档案是 Excel 的档案。那为了使用上的方便哈，这个母档案呢，又 mirror， 就是讲吼近色，就是讲吼 copy 了 A、B、C 三个档案啊。这个 copy 的动作哈是。可能是 real time 的，但是在 real time 的过程呢，我们把 A 这东北寮把 A、B、C 三个档案加上母档案，他们做一种相互的 mapping 的比对，要求啊，应该 A、B、C 三个档案源自 origin from the 母档案，那应该是四四个档案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结果没想到，这四个档案 A、B、C 档案是母档案所生下来的，要求这四个档案没有一个一样的，没有一个相同的。啊，今嘛，昨昏的冻袂调歌的影片里底，伊有讲，讲吼，现在什么科长啦、啊、次长啦、啊，什么东西已经批示了，现在档案的里面的总结的数目，因为冻袂调歌他一直在强调。这个 A、B、C 三个档案源自于 Excel 的母档案，哎，他们三个不一样。到现在，票的总数还是817万票，票的总数还是不一样的。啊，今嘛哈，已经修正了，已经调啊哈，调啊哈，现在哈，四个档案大概哦总数目是一样，但是里面的内容不一样啊。所以我来讲啊，因为冻袂调阁甲我解释一下嘛，我对数目字相当敏感，这个数目字用拼了，知影唔对，用拼了，知影唔对了，我一看要死啊！吼，这条哦，拼头前个刘宝杰爆票的等差级数啊，较严重，也去较严重啦，迄根本就明显的作票啊，所以讲吼，啊，若真讲吼，要安尼唱啦。台湾无需要选举啦，台湾即卖你搁安那加无用诶，无需要选举。跟来史达林讲诶，我不在乎人民选谁，我只在乎开票的人是谁。啊，这里是共产党苏共，苏共共产主义的老大哥吼，苏共史达林讲诶，请听好，我不在乎人民选给谁，我只在乎开票的人是谁。要死我！咱台湾开票的，你是中选会的刘宝，诶，迄个啥，诶，即个李进勇，吼、哦、啊，所以讲，若像讲李进勇，吼、哦，啊，我一日去听啦，听新闻咧讲，讲吼，诶、欸，好、哦，规个中选会来对李友友啦，夭寿啊，即看面啦，吼啊，所以讲吼、哦，所以讲人就讲，讲我为什么只批评？我正独派，我正独派，我的目想就是台湾的独立建国啊！哎、欸，啊，有人批评我是国民党派来的台干，还是哪？我讲给你听，我为什么痛干蔡英文？我人讲叫我批评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哦，我对伊无兴趣，我对国民党无兴趣。所以说哈，人要批评的话要专业，必须要深入的去研析哈国民党的结果，他们的演进结果啊，我对这个无兴趣嘛。所以讲，你叫我吼开真侪时间，你去伫国民党生活中，我无法度嘛。啊，人要批评就要专业嘛。啊，但是呢，我自吼顶世纪做兵，哎、欸，我是中华民国三军大学的电脑中心主任的，退伍上高退伍，要做啊上高，起码我来无啊简单呢。哎、欸，啊我吼，我以前做军人的时候吼，我对吼民主进步党。吴信改因家前辈哈，对东华一直到米雷德，一直到民主进步党，他们的过程我很关心，甚至哈偷偷塞钱去演讲，偷偷塞钱。所以说，我对民主进步党诶进化的内容非常详细嘛，非常的。所以说，我的心态里底，我关心的是咱本土诶民主进步党，米雷德。啊，佮交头就头前吴信改因的东华时代啦，啊，所以讲吼，哎、欸，我们阮这种吼基层呢，
我们是隐姓埋名哦，偷偷相助民主进步党诶，哦，东华的人哦，我们关心都在这里，所以说我们讲起东华到民主进步党诶历史哦，我们哦如数家珍呐。啊，我知影，迄阵阿扁阿嫌伊都无法度完全执政，招小也大，但是今摆咱大家吼、哦，台湾人吼、哦、拼了吃奶的力量吼、哦。和台湾人完全之前，那台湾人完全之前吼，蔡英文所强的司法改革转型正义，咱台湾人透一口气啊，台湾人当透一口气啦。没想到这群人倒走了。我台湾独立建国，而且台湾追求司法正义、司法改革转型正义所有的梦想，因这群人是台奸啊！所以讲，你叫我去批评国民党，我心无伫国民党，我批评因哦外行嘛。啊，但是我批评党内的吼，我批评民主进步，因为我在行嘛，因为我自我吼捌字，我伫台南二中毕业以后去读中正理工学院，我对东华关心嘛，我对东华关心嘛，啊，拢会偷偷啊提钱嘛，哦，啊，所以讲吼，啊，蔡英文这挂人是呆干，他们偷走了，甚至于盗走了我对台湾独立建国的所有的梦想啦。所以讲吼，林北独人啊，我所有的梦想，我所有毕生的努力，和蔡英文这挂人偷走，甚至于盗走。还在台面上耀武扬威，外行领导内行，劣币逐良币。所以讲，恁别独揽就是独揽家啦。所以讲，恁别撤民主进步党就是撤这個，撤蔡英文就是撤这個。啊，所以讲哦，好来，我多啦，咱台湾人吼，咱要家己自救啦。啊，是安那？好，我即马我乡亲吼，这個、美女吼，伊嫁这个伊维进，不。我台南理中的学弟，台南理中的学弟吼，张孝慈，伊叫伊维进术啊。我对伊维进术甚至有人来讲讲，哎、欸，张教授啊，伊维进术你每天出门要吃一颗，吃一颗啦。我是感觉奇怪，伊维进术是不是这种使用方法？啊，结果吼、哦，这美女打电话来，伊阿公讲，不是哦，伊维进术不能够这样用哦，伊维进术哈是。你如果确诊了，你一、三、五，哦，各吃一颗，吃了三颗就好了。夭寿啊！以为尽数，啊，有人讲讲一边来建两粒的，夭寿啊！啊，我唔知影吼、哦，这美女讲的是对啊，唔对？咱大家乡亲吼，吼、哦，较去发意见，来下底甲他发意见。以为尽数，以美女咧讲的，伊是讲吼。比如说你确诊，你在一、三、五这三天哦，把它吃了，吃了以后每天吃一颗啊就好了哦啊来啊一个阿公讲清冠一号这个物件，一号是中药，我讲清冠一号我若要出去哦，我啉一下啦，伊讲袂使，清冠一号哦非常寒呐、啊，加寒性寒哦啊这个哈、哦、跟他蔬菜汤了、啊。这个你没有确诊也还是不要喝，因为它性寒呐、啊。你若身体哦，较冷的人去啉这个冷的物件哦，袂使。所以讲吼、哦，你把它炖起来，吼、哦、啊，如果吼袂使，袂使，反正就袂使吼，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呐、啊。啊，这吼、哦，和咱乡亲吼，吼、哦，来嘿，哦，啊，还有这个生态，这个蔡先生，吼、哦，生态化工哦，哎、欸，伊蔡先生伊。
哦，伊足骨来敲电话给我，啊，测也无一块好。伊讲吼，因家啦，吼，伊是生态化工毕业的，因家吼，刚才讲伊的囝儿孙，拢共加起来十一个医生，十一个医生啦。啊，伊人住高雄啦，啊，伊讲伊的孙啦是龙凤胎啦，吼，哦，啊，去幼稚园吼，囡仔人幼班吼。火灶杀落来啦！甲警告讲袂使出来。伊即摆伊个性命吼，伊讲伊叫要七十岁啊！吼，伊个性命就是甲即两个查孙，即个查甫孙，伊龙凤双生啊！吼，甲顾好，顾好。吼，啊伊一边哦，看因老爸吼做医生的倒来，啊用这个鼻腔的快筛吼，安尼就甲堵入个囡仔的鼻腔内底。哇，囡仔安尼足惊吓呢！哇，惊到要死啊！吼，夭寿啊！伊看查孙吼。惊到呢惊吓的程度吼，所以说伊看到讲为了唾液快筛吼，伊就走去排队啊，伊阿公去排队啊，啊排队买倒来吼，讲测啊无一块好，讲一剂175块啦，一剂175块啦，讲夭寿啊，胡吉美，看安那测拢阴性，看安那测了阴性，测啊无一块好，伊讲吼，即马即阵蔡英文带来即阵吼，全部拢吼。这一挂哈，我们读册人一起集合，甚至集合中研院去挂内底吼，真侪人吼出来变台湾人，出来骗台湾人啦。啊，所以讲吼，台湾人爱注意啊，台湾人爱注意啊。今麦一挂人吼，因为蔡英文是大骗子，因为蔡英文吼，伊吼自26、27岁对英国倒来以后吼，伊无读册嘛，根本蔡英文都无读册嘛，伊无爱读册嘛，啊，这是了尾仔囝嘛，吼，啊，伊吼，伊就开始甲咱骗，伊去搞了一张吼假博士的证书，伊就甲咱骗啦，伊就甲咱骗啦，啊，所以讲吼，这个是一个超级大骗子，所以讲伊抓出来人，伊用的人拢嘛是骗子啊，哦，啊，所以讲来咱过来听一下吼，哦，啊，即马看起来吼，这个拜登吼。我来听咱台讲，中国共产党你蛮可笑。你若敢怕台湾吼，林北一定出手的。他讲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因为吼，我电机博士嘛，因为我头前有听到迄个张延廷吼，这个将军伊咧讲吼啊，这个所有那些个拢讲吼，美国不会出手帮台湾呐。哦，美国不会出手啊！我看的是吼，美国一定出手帮台湾呐。一定吼。因为美日安保条约嘛，因为我迄时阵提出两三个理论啦。第一个理论吼，就是吼，中国来甲台湾硬去，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啊，中国的内海吼，所有所有商船哦，往东北亚的商船，往从东南亚。从南海往东北亚的商船有85%以上都是经过台湾海峡，啊，东北亚的是日本人翻工嘛，所以讲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的话，哈，日本韩国倒吧，所以讲日本哈绝对未容允到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嘛，我以前提出的理论第一条嘛，啊，所以讲哈，透过美日安保条，日本也出手哈。美国来出手呢，是啦，因为美日安保条约他们是白做伙的嘛，所以我提出第二个理论：中国敢侵犯台湾的话，美国一定会出手，因为哈，东北亚的商船都是要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如果是中国的内海的话，啊，日本、韩国就砍脚一马子，再见。啊，第二点，我阁有讲。我想提出第二个理论，我提出三四个理论。第二理论吼，是台积电的科技晶片的战略地位吼，主宰了全世界。所以讲日本，所以讲美国，迄个经济，迄个经济部长伊就讲，美国迄个查囡仔的部长伊就讲吼，关于一个标枪飞弹。里面就换了250颗台积电生产的晶片。啊，我以前有讲，如果台积电的芯片把它关门起来，晶片把它关门起来，中国共产党什么歼20，中共的航母，哦，中共的所有的那个，甚至于高铁，哦，还有北上广深所有的地铁，全部都可以免税。
因为这个晶片太重要了，我提出这两个上个重要的意见来。啊，第即马啦，即马来讲啦，即马咱个来讲一下。我提出，我第讲一个第三点的来。即马，这咱台湾这个反拿啊，拢只来讲，吼、哦，中国的海军的舰艇吼、哦，这个跟下水饺一样的，这两年哦，一直下，一直下，跟下水饺一样。啊，我讲一个。讲吼，所以讲吼，中国的海军舰艇数目比美国数目多啦。所以讲吼，美国吼，那强美中如果打起来，美国再见啦，我相亲啦。我即马个讲一句较简单，我家的自行车的总数比马斯克他家的豪华车吼的数目是还多啦。那我。就可以跟马斯克对战吗？啊，这个是吼，这种笑话，跟他吼，中共的海军的舰艇数目是跟下饺子一样多，就能够战胜美军吗？我家的自行车总数比马斯克家的豪车总数还多，那我能够跟马斯克一战吗？所以讲，这个是。数目字上面哈的那种可笑的比较了啊！今嘛，乌克兰、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等级不熟，我研究的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 C4ISR 国与国之间在21世纪的完结小牌，而、啊、我这样一路因为老天我。听我诶 YouTube 的人啊，拢知啊，我提出一个叫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那是直管通知情监侦系统，在大气层外面以及高中低空的 UAV 啦，好，高中低空的空中预警机、电侦机。F-22、F-35 级 UAV 布下的天罗地网、哦、我们看得出来嘛？在这一个21世纪的科技战争之下，俄国和中国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对称的战争。跟咱含台，咱台湾含中国，若要小战，人讲哦啊，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种哦不对称作战的理论。我讲给你听啦，现在听好，我跟你讲，现在俄国跟中国即使连线，他们在国防科技上已经变成一种哦不对称的战争，听说21世纪的科技战争在面对俄国跟中国的义和团战争啊！现在最清楚的，因为我电机博士，我专研的就是这个物件。啊，今仔日我无想要阁甲咱解说吼，这个 C4ISR 所带出来的21世纪的作战模式，这不是我。今嘛，俄国在。攻打乌克兰的过程虽然发生了产生了过渡性的好像状况 不太好，但是属性哈，那不用怕，那只不过是内部的战术上的调整的过程、啊、就是过渡过程、啊、所以说哈，起码俄国已经变成一种哈，要战不能战，要和不能和，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了、啊。到底是要怎麼結束？因為再打下去，俄國甚至中共還放進來，我跟你說，俄國都已經被打到民窮財盡，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T-62 戰車、1962年發明的 T-62 戰車都已經掛出來，這是要怎麼打？
已经达到民穷财尽了，哎，国库空虚啊，啊，所以讲吼，中国你那个对立的俄国吼，上盖好死是归去死死会较紧吼，啊，可以讲吼，我即卖来看 YouTube 顶边哦，甚至吼都已经描述到吼，习近平在11月的二十大，以及现在6月初开始。在北戴河会议必须面临中共元老的批判，啊，所以说中习近平已经内忧外患，倾江跌倒了，规个要崩了啦，以后法度人武力对抗台湾，爱敢他敢内忧转外患，看台湾侵略台湾来取得胜利哦，我跟你讲，安尼死了较紧啊，所以讲吼。习近平被限制，李克强出狠招，大变革前夜已经到了，高层暗流汹涌哦。现在西太平洋上最大的海上军演威责中共，啊，我讲的这個，不是我发明的，我伫 YouTube 顶管吼录落来，我随便抓两三个今天的 headline。标题啊，所以讲，予咱乡亲参考哈。来，我去咱那乡亲讲，看这个投影片，愚蠢的定义，这只低了。愚蠢的定义，你知道事实，你也看见事实，但是你依然相信谎言。你相信蔡英文是假博士，你相信蔡英文是怪人，拢在甲你骗，但是你还是相信蔡英文这个人。这个人所有的施政，啊，这个是我今仔要甲咱台湾人，甚至台派、独派，哦，讲的，这被台湾人变作低呢？哎，哪呢？所以讲蔡英文他们吼，不骗你，骗谁啊？这张投影片看就清楚。所以讲我胆家吼，搁甲咱乡亲讲，搁甲咱乡亲讲，无能的总统防疫到已经垮台，竟然鼓励人民染疫啊！学者何美祥提出，确诊加疫苗是最好的免疫力了。所以讲吼，这个生态化工的蔡先生，伊伫咧讲，蔡英文即马到家吼，中研院内底即大家吼，读册人，夭寿啊，真正白鬼光啊，要骗咱台湾人，千万台湾人爱注意呀、啊，注意呀、啊，请搞清楚，搞清楚。新冠病毒它不是毒品，它是病毒，是会让人有后遗症的病毒，这是基本常识。OK， 防疫无能，直接移民，而且哈，这个新冠病毒你确诊以后的后遗症相当多啊。这个辉瑞公司哦，他们就条列了总共哈可能产生的。疫苗的后，你确诊以后的后遗症1200多项啊！我刚才用看了看未了啦，夭寿！我较早去读电机博士，恁爸若去读个生物科学的话，恁爸今麦拢大名大患，因为我，啊，骨节讲起来话头长，一时拢 story 啊！我是读的电机来，啊，若真正我今麦去读个生物科学、亿万科学的话，恁爸拢大力扯家专家，哦，对不？所以讲吼。新冠病毒确诊以后的后遗症相当严重，而且哈 N 种后遗症 M 逼近于1200以上，这不是我讲的呢，这是辉瑞药厂应该你讲的呢。好啊，所以讲呢，含咱乡亲交换意见哦。OK， 来，从 headline， 从正常的市场机制看，中选会李进用。你做票以后，整个台湾的民主政治的机制哈，完全被扭曲掉了。就好像经济学上，政府的那一只哈不规矩的手伸到市场里面，保证价格，保证收买啊，这都是哈扭曲了整个市场的机制了。啊，所以讲，即马台湾民主政治的正常市场机制已经被哈历史罪人中选会的李进勇完全破坏光了。呵，一雄。是我曾淼宏、张高雄对经济学上的正常的市场机制的角度，看咱乡亲交换意见。李进勇，中选会这个李进勇，伊是
咱台湾民主政治的西下堂。好、哦、，OK， 感恩向请教我弟兄，三九美丽马吉，谢谢。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故乡美丽岛，到底有啥物错？回来故乡面对黑老，牺牲嘛有甲无。台湾的青年唔通徛坐落，一抱过一抱，独立建国永不回头，冲破黑甲落。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鲜烈的牺牲不断。勇敢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独立的做主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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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关键的时阵。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决战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故乡，先红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命，各位娘孙，撇撇子孙。代代永远地生团，翠绿是波多美丽山河路，土当拢会活。风来美，鸟兰花，仰头看麦，阮多开看，阮多开看，头顶头顶的忧伤。中国是中国。